是太虎教主，我是虎哥团长，还有我们魏武营的花露露以及他的好朋友们。好的，待会呢，我们要请我们所有的大朋友、小朋友先坐在位置上，都先不要站起来，才看得到我们大游行哦。好，我要请我们爱虎家族集合。好，那我们的游行队伍呢，会从我们舞台区这里走到我们大爱舞前的广场，再走回来这个地方哦。所以呢，待会啊，一定要来手机、相机拿出来，好好的来拍拍我们爱虎家族。灯会码，哎，灯会码可以哦。啊，刚给那个看完的。好，那我不给他。过了。老虎嘞，老虎嘞，失踪了。没有一个人偶啦，还要跑去准备了。老虎人，谢谢。老虎在工作，在被武松打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老虎在工作，在被武松打，也太好笑了吧。老虎在工作。在这里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见面，首先啊，在这里要非常感谢我们的指导单位，我们高雄市政府，以及我们的主办单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，当然也要谢谢我们的赞助单位，我们瑞仪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瑞仪教育基金会。那更要感谢的是魏武营提供我们一个这么棒的场地，让纸风车剧团可以来这里演出，也要更感谢我们的简文斌总监呢的大力支持哦。所以呢，一开始我要请大家用最热情的掌声拍拍手来谢谢他们，谢谢。那当然也要感谢爸爸妈妈呢带着孩子们呢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哦。
爱的手在那里。另外一个灯，哦，这灯很大。
里了。解释都没有。我们要去在那里。对，我们绕一圈。我们要带你来，你爬那个桥的。他不然要到哪边才有补给？就那一区啊，我还无帮忙。这边好多人在拍照。少群组。哎，那会喷烟呢，那一只会喷烟呢。对，那只太趴着不动。那只龙没了，完全没灯。我会考虑，老板带一支啊。
Thank you.
各位来宾再次感谢您的莅临，演出已经结束。呆了。
动物有好动物吗？Oh,